1985年，一群扎根北区的热血青年决定将清商文化带入北区。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北区青年商会正式成立。北区青年商会成立初期，我们背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将北区精神由北区带出九龙，由九龙带到香港，由香港带至全世界。所以我们先后同台北市四海国际青年商会以及日本喇叭青年会议所缔结姊妹盟，及后仲同珠海市青年联合会结成友好会。25年来，我们的姊妹情谊越见深厚。北区25年传奇，25年的家。在过去25年，我们举办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工作计划。在筹备的过程，我们笑过、喊过、激动过、感动过，点滴在心头，尽在不言中。每一位前会长都有一个故事，当中的起起跌跌不足为外人道，但是他们都本着同一个信念，就是为北区做到最好。这份认真的北区精神令到我们获得不少掌声。这么多年来，会友都以北区为荣，而北区亦都以会友为荣。今日我们仔仔一堂，一起庆祝本会成立25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一众会友都已经准备就绪，一起迈步向前。